现在如果像川普讲的，要狮子大开口10%，做得到吗？说这个一般在这个国行的公务预算要达到10%，这个潜舰也有买到雷神的这个产品，是不是？品质有办法保证吗？潜舰这个部分，我想那个海军部分要不要先回答一下？有黄美人这个防弹背心啊，270万发的这个弹药，1983年啊，40年前的弹药啊，减整之后可以用的，因为我们也可以用啊，用可以。40年前，这不是老爷级的化石级的弹。跟委员报告好，军费局可以跟 AIT 都讲了，他说他们好像在清不要的东西啊。跟委员报告好，赖清德总统的儿子现在还在美国，对不对？应该回来参加这个40万名利。我并不清楚，我不清楚。那第二个你一定清楚了，你两个囡仔基本上都在台湾那边，他们是会参加这个训练吗？那就要看他们我就注意到川普要我们交这个保护会，说要我们的国防预算一下狮子大开口的，要飙涨到那个 GDP 的10%，你怎么看这个事情？我只能够说，我们对国行的预算呢，也一直在逐年攀高，所以每一年都是历史新高。那今年也是历史新高。那我们会根据我们的财政预度来稳健的来增长我们。我另外特别问，请教你一个问题是，你以前做过国安会秘书长嘛，对不对？你跟美国常打交道，你对他们了解。我们这个国防支出到底现在差不多顶多这些比较合理的？现在。明年度算是最多的，对不对？包括特别预算有6400多亿，在我们 GDP 是2.45%而已哦。现在如果像川普讲的，要狮子大开口10%，做得到吗？我想我只能够说，我们现在差不多就在还不到2.45到2.5左右。那因为我们的 GDP 不断的攀高，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增长我们的国防预算。那当然，如果相对比起来的话，这个民主国家，说这个一般在这个国行的公务预算要达到10%，这个难度确实是相当的高。集权国家也没这么高嘛，对不对？其实咱台湾，我们这个预算最高的时候是民国38年，那时候曾经84%，这样中央政府总预算的84%，那已经是最高的。那时候是战争状态哦，两岸战争状态哦。那到蒋中正先生他过世交给蒋经国的时候，国防预算已经降到中央政府总预算的60%了。那蒋经国大家都知道了，经济预算就开始大幅上升嘛。到李登辉的时候变成是社福预算。如果现在要像川普这样讲的，我们就回到战争的状态，我们的社福预算，我们的经济发展的预算就会受到高度的挤压。所以本席认为其其不可，10%是不可能的。那美国那边又一直在提啊，很多智库啊，美国高官说至少要有5%，我们有可能往5%走吗？5%的话，我算了一下，2012年那的 GDP 23兆5450亿，10%就是2兆3545亿了。那我们的总预算去年的结算是2兆6284亿哦，如果真的要90%的话，这个预算太高了，这个对我们来讲是负担不了的。所以我今天部长，你们给我一个比较明确答案，你对美国的了解，包括你当过国安会的秘书长，我们应该是抓大概 GDP 的几%是一个最合适的，美国也比较可能接受。我想我们应该会依照现在的财政预度，我相信我们的国行的预算一定会维持一定的成长。那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设定一个说我们要占 GDP 的多少，但是今年已经在2.45%了，我们当然希望能够维持。陈水扁总统提过 GDP 的3%嘛，一直都达不到，你认为有可能往上走到3%吗？那因为我们的经济的这个表现蛮不错的，所以 GDP 的成长也一直都往上拉高啊，所以 GDP 的成长一直往上拉高。GDP 往上拉高，那个钱还是应该去做社会福利跟那个经济建设会比较好。我只能说，我们的国行预算这几年来一直在稳健的成长。稳定成长哈，不过真的，当然我们要自备的这个能力了哈，自己防卫自己。不过基本上，我不认为说一下子爬太高了。另外一个不是只有量的问题，值的问题也很重要哈。对吧？很多委员不管朝委都在问啊。雷神这个产品的问题，现在不是只有美国现在通知我们，现在我们的潜舰也有买到
雷神的这个产品是不是？这个品质有办法保证吗？价格有办法保证吗？潜舰这部分，潜舰这个部分，我想那个海军部分要不要先回答一下有关这个？海军部分这部分早先给我书面，因为时间很有限，我继续问问。我问另外一个，美国曾经去年给我们一些弹药嘛，哈，结果发现有防美的这个防弹背心啊，我就看了里面一笔最特别的，270万发的这个弹药，它就是1983年啊，四十年前的弹药啊。这笔进来之后，这270万发的这个弹药，我们有用吗？还是怎么处理？检整之后可以用的，因为我们也自己还可以用啊，有可以。40年前，这不是老爷级的、化石级的。跟委员报告好，军委局可以跟您做一个充分的说明。这种所谓的这种非精准武器的这种弹药，尤其是弹药本身，我们自己国家本身都有比它还年限还长。太勉强。整理以后可以用，对。喂，好，军备局局长报告哈，刚刚我们部长所说明的，我们的批号弹药确实我们现在啊都有比国内的都有比刚刚我们 PDA 进来的还老，而且我们的批号弹药是没有年限的，哦，是没有年限的，哦，我们整个批号。他要经过检整，检整之后，他说对，这是没有联系。不过连 AIT 都讲了，他说他们好像在清不要的东西啊。跟委员报告哈，那一次的 PDA 总值汉称成新台币是110亿的台币，这个给我们的弹药本身，它不那个属于一小部分占三十年，它实际上也有短的，也有应该有。40%都是在10年到20年之内的，有47%。对，所以、啊、都可以用，都可以用，全部都可以用。所以第一次的 PDA 的双方的这个，但在这个运送的过程当中没有好的检整，所以我们现在也跟美方沟通要求，第二次的 PDA 现在刚刚拜登总统也刚宣布，所以一定会共同的好好检视。那弹药跟防弹背心这两块的部分，经过检整之后都是堪用的。堪用，那以后请他们如果要送货，要买更好的，好不好？品质要顾一下了。因为他也是在协助我们提升我们的后备战力，这一块的部分，我们相关的预算编列还不来不及。那美国无偿的，军援我们来 PDA 无偿的，我们勉强用了。但是买的话一定要精进哦，好不好？无偿的部分也是大家双方要共同进行来检视的。这个一来要合用的比较更好的。是。另外一点时间，我请教一下，赖清德总统26号他有开这个前社会的防卫韧性委员会哈，我看他培养那个40万可视的这个民力这部分，万萌理解。那总统开口啦，要去培养这40万的民力，你今年的预算编在哪里？有准备？你要怎么训练？装备在哪里？这个不是国防部的部分，这个是内政部，不是民兵呢，是民力。这个部分本来就是包含义警、义消跟这个民防的组织。那这个相关的民防法也有相关的规定。那民防的组织的部分呢，那他们会引进这个替代役的来成为这个民防组织的心血。然后目的当然就是说在有重大灾害的时候呢，或者是有任何紧急状况的时候呢，可以支持这一个政府持续运作，维持社会的基本运作。如果是内政不管的救灾那一块，那不用开这个会啊，总统不用开口说40万。因为现在整个全社会防卫的韧性来看的话，包括这个如果任何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呢，这个整个民间的韧性，包括医疗，包括电。包括能源，包括这个通信，包括所谓这个都是整个韧性的一块。前面要动员啊，现在只是没有部长，我跟你讲几个概念了。第一个，如果这么单纯，本来是内政部在做的，你开这个会就没意思啦。去讲总统去交代这个事情干嘛？他应该有其他要精进的吧？例如说，你国防部要负责哪部分没有吗？大家都只放在那个民力的部分，事实上它是整个跨部会。我刚刚讲医疗韧性涉及卫福部啊，那。战略物资的韧性涉及到经济部、农业部，然后另外呢，通信韧性靠包括数位化部，然后还有相关的这些包括皇宫避难室啦，或者是这个收容自由基站，收容基站也涉及到卫护部，这是整个跨部会的。那大家只一直在执着于那个民力的那个部分，那当然它是整个跨部会照
要形成这个整个全社会的韧性，韧性如果能够加强，那我想我们可以就预防任何的一个状况。部长要跟全民多沟通嘛，我给你看一个民调好不好？郑国杰民调针对40万民意，亚富他做了一个调查，不赞成该政策高达60%。然后进一步去问他说，你要不要参加？不参加支援军事行动，超过70%，那你怎么去跟民众沟通？我想这个部分呢，这个大家会误以为说这是民兵，那但事实上它不是民兵嘛，它是一个全国民众讲，它不是民兵，是回到内政部的所谓的整个救灾而已，对不对？救灾，那当然如果任何紧急状况发生的时候，他上战场啊，对不对？没有要上战场，但是他要这个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比如说社区，你现在台湾湖原这么小，那受到攻击的时候，他很多社区也要自救互救等等，然后这些民力都要在社区要进行防护的一些自救的一些动作嘛，这个不是在单纯的说叫他们把他送去上战场的这样的概念，这样沟通哈。然后另外我们做一个比较简单的 ending 好不好？这是网络上很多人在提的，现在既然要响应全社会这个防卫韧性，部长能不能呼吁？现在清德总统的儿子现在还在美国，对不对？他是不是应该回来参加这个40万民力？我并不清楚，我不清楚。那第二个你一定清楚了，您的两个公主，您两个囡仔基本上都在台湾，对不对？是。如果是照这个40万民力，他们是会参加这个训练吗？那就要看他们有没有能够被招入这个民防的系统的行列里面去嘛？大部分都有，对不对？全国现在年轻人应该几乎都在这40万名利里面了，没有？没，不止。如果你要讲全国，那不止，这不止。是那个垮的对啊？不止40万。民众会这样要求，部长，你应该知道民众为什么会提这两个点嘛？总统是团结的象征嘛，对不对？国家的领导人嘛，所以他希望他家人可以参与我们国家的这个防卫嘛。那会提到你也是一样啊，提到你的家人，最后他们有提了一个比较。他们说现在黑熊部队啊，是不是应该去投入这个40万这个民力？有特别至少你看这几天开始有那个台风，对不对？他们有可能加入我们这个整个防灾吗？先锻炼，先整合吗？这个内政部有可能去跟黑熊部队那边做一个联络。我想黑熊部队主要在宣导一些观念跟相关的作为。那事实上要投入救灾这个部分的话，应该还是利用我们既有的建制的民力，这当然也就包括民防的力量，也包括我们的一警一消等等的，好不好？沈博洋是讲，伊三年要训练300万人嘞，干不是？他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啊，加入这40万的这个民力啊。我想我没有办法代替沈委员来回答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部长，好，刚一开始提的就是人民的纳税钱呐、啊。我们的国防，事实上，如果真的达到美国一直叫我们交那么高的这个保护费的话，到底对台湾，我们至少我们在要求说，我们愿意发钱的同时，拜托一下，我们的武器一定要是合适我们用的，而且一定是要我们要的。而且我一定要提一个点哦，最后做一个 ending。我们如果说买贵的东西，或者在签约上出了问题，我们准备要去就责吗？我们会跟美国政府来直接来要求，要对我们负完全的责任，好，这样保定，好，谢谢，希望我们每一分的纳税钱都用在刀口上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谢谢张其凯委员，顾部长请回。